欢迎订阅娱乐小公举。日前 Super Junior 带着 Super Show 7回归，队长立特现场叫起13个成员名字，并问候组合前成员韩庚。韩庚啊，你过得好吗？韩庚近日在受访时表示，虽然自己很少刷微博，但这条微博他确实看到了，第一反应是我也挺想你们的，并表示成员之间没有任何隔阂，希望每个人都是开心的，每个人越来越好。